第二十三题，有关碳酸钠、碳酸氢钠、碳酸钙的比较，下列何者错误 ？A. 三者皆为白色盐类，这个是对的。事实上，我们所学的盐类都是白色的。B. 对水溶解度与碳酸钠最大，这是对的。碳酸钙是不溶于水，而上课教过，碳酸钠比碳酸氢钠要溶解度高一些，所以呢，溶解度与碳酸钠最大，这个是对的。C. 水溶液的 pH 值与碳酸钙最大，这个是错的。pH 值比较大，表示要盛的是比较碱性，而碳酸钙呢是不溶于水，所以丢到水中拉拉之后呢是中性 ，pH 等于7。而碳酸钠跟碳酸氢钠，碳酸钠是比较强的弱碱，碳酸氢钠是比较弱的弱碱，所以碳酸钠的 pH 值比较大，碳酸氢钠 pH 值比较小，所以 pH 最大的是碳酸钠，选项 C 是错的。猪加盐酸后，三者皆会产生二氧化碳是对的，这个是酸的通性，碳酸盐加烯酸会产生二氧化碳，所以选项猪是对的。因此23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错误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, 水溶液的 pH 值以碳酸钙最大。